来玩这款游戏幸福甜点咖啡店，要改个名字好了，只卖鸡腿不卖滚，好无情的店名啊、哦、太无情的店名啊。开始进行建设，哇，好多种啊，有甜点呢，真好，小屁孩进来了，哎呀，死小孩，你满18了吗？啊，假装是大人哦，喝咖啡哦。我要吩咐后厨的厨师，糖要加多一点，我怕你吃了黑咖啡，你会哇哇叫。小屁孩走了，有钱人呢。啊，我出现第二桌了，招待顾客一次，顾客还没来，这里有合成呢，乖。又是这个合成，研发，哦，点它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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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狂点呢。欸，我这样子研发是要合很多吗？靠北啊，没体力的啊。欸，还有一件合成啊，还有我这边合那么辛苦。我刚有看到一件合成。金钱不够，我有钻石吗？借补一下。哦，钻石好贵哦。怎么办？招待，这里还有厨房四等解锁。好了，那，哎，不对啊，一件合成要花钱呐、啊，好贵哦，530块，贵死人啦、啊，一点都不幸福啊。这是露天区啊，你要有最佳游玩体验，是不是得花钱啊？这样子的话，我要准备卸载了。其实还蛮可爱的啦，就看你要不要玩吧。本次影片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